萧然，你别生气。我们分手吧。分手？为什么分手啊？一定是搞错了，你误会我了。你放开我，陆远，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啊，萧然。 检测到何时宿主？我不是被车撞了吗？田口径系统已绑定宿主。系统？什么情况？杰哥，他是不是被我们打傻了呀？这种废物，死不了就行。 何琴，这不是10年前我被戴绿帽的你。陆远，你不会真把自己当成我男朋友了吧？要不是想吊着你玩玩，你能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我们分手了。说的和10年前一模一样。陈月呢？陆远。 秀萍，你拿什么？你这个狗男，懒得搭理你。杰哥，这个死刑狗竟然敢骂我们！仅仅要开口，那就让这只狗变成死狗。你还在这干什么？动手！来，住手！给我继续打！我看谁呀？你没事吧？需要我帮你报警吗？哦，对。 绑定绝色苏婉，我敢打9.5以上的示威飞跃成功，目前不敢对视。陆远啊，我还真是看错你了，没想到你还有本事做小白脸啊！陆远，你好意思骂我？你自己不一个样，这么漂亮的美女，估计也只是玩玩你而已。你们什么意思？谢谢你，不用搭理这个狗男人。何琴。 大学我追了你4年，我为你呕心沥血，我熬夜去工作，而你，真是被狗男子。陆远，别废话，你和秦晴已经分手了，你拿什么配得上秦晴？拿你这副穷酸模样？杰哥说的对，你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死舔狗而已。杰哥随手就能给我买名牌包，带我坐百万豪车。 连今天的买单都是杰哥的，你呢？你能做什么？1000万亿舔狗经济到账，只可给绑定角色消费。买个单怎么了？今天这个山庄的所有消费，这个单我买了。陆远，你傻了吧？你知道这个地方消费一晚上要多少钱吗？至少上千万。我看看你拿什么消费。叫经理来。 我看他今天拿什么买单？杰哥，他买不起单，不会又要被打一顿吧？哼！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这么有钱？杰哥，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有这么多钱。行了，是你们俩狗眼看人低。我说到做到，现在你俩是不是该滚了？1000万装一次低，我看你们装几次。走。杰哥，你等等我。谢谢你啊，这位小姐，刚才仗义出手。没关系，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受欺负。 没想到你出手就是1000万。哎，一码归一码，你这个人情我记下了。哦，对了，方便加个微信吗？我看你急事。好。啊，下次再加。我先走了。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警察正候。空号？怎么可能呢？什么情况？ 你好，陆远。谁啊？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是你的平行世界。
什么意思？不是你到底是谁啊？啊，还有这钱是怎么回事啊？完成游戏，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我完成什么游戏啊？你谁啊？哎，不是夏冉啊？把你的眼睛闭上。完成游戏，一切都会如你所愿。我玩的什么游戏啊？不是夏冉的，你放我出去！你，奶奶，你知道吗？我今天遇到一个奇奇怪怪的人，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出手却是1000万。奶奶，你什么时候能好起来？我好想你啊！13号床交首饰吗？麻烦出来一下。你奶奶的情况现在已经很不好了，得抓紧时间手术，不能再拖了。老人家现在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你赶紧联系联系家里人，把手术费凑出来吧。我那么努力的工作，拼命的赚钱，就是为了攒够做手术的钱。奶奶，你一定要等等我。最近公司有个大项目，如果我能把这个项目做好了，钱应该就能够凑齐。明哥，我说你当初就该干那个叫汪姐，我就该和你一块过去。别听着这狗男女了，哎，跟你说正事，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你说那个叫夏冉，认识的人都问了，都说不认识啊。不认识怎么可能呢？远哥，你是不是被那小姑娘给骗了？能不能说这个事情没有夏冉？远哥，我跟你说，别人骗我可以，那懒得欺负你，我挖你3尺也得给他挖上。今天这顿我请了，老板，买单。哎，您好，消费3万。啊？3万？这么多？老板，买单。啊，您好，消费3万。啊？3万？这么贵？啊，这是我伺候您2位的服务费。不是你什么意思啊？3万块钱服务费，调查是吧？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酒吧在 A 市什么地位？别说3万，就是要你们100万也是合情合理。如果不给的话，哼，就拿你们去喂鱼。行，3万就3万，别冲我兄弟。这钱我出了。对了，忘记告诉您2位了，刚才您喝的酒啊是本小店的珍藏，一共200万。200万？对。你这店的珍藏才200万。500万我出了。你什么意思啊？你说500万就500万？你别管，说。有钱，哪来那么多钱？你也别老是往那儿看了啊！这样吧，我们两个呢也无怨无仇，你告诉我那个人他是谁？给你100万，200万。300万，那不要。我是汪氏集团的汪少奇啊。赵老板，这样，如果你能帮我打听到一些关于汪少的把柄，我额外再给你1000万。这张卡你先拿着，好好想想。哎，好好想想啊。远哥，哪来这么多钱？1000万，欢乐逗我！我如果跟你说我其实是个隐形的富二代，你信你？你拉倒，我不信你穿越过来。行了，别废话了，走。不是真不干这个，汪姐，远哥干他！汪总，这一次的合作细节全部都在合同里，您可以看一看。我们还是很有缘啊，苏小姐。王总，
谈合作还是好好谈合作，不要谈到别的地方去了。苏小姐的手怎么保养的如此滑呢？汪总，还请自重。苏小姐，那个陆远有什么好？不过就是个暴发户，你应该清楚，这个项目对你们吃完几口有多重要。你，苏婉，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要给陆远再戴一顶帽子。你什么时候伺候好我？这合同，老子什么时候签？混蛋，你想趁人之危，想都别想！我就趁人之危，你们看好门口，我好好趁人之危。啊！别笑，一个叫陆远的要来见你。让他上来，我要让他看看你怎么伺候他。苏婉，苏婉，哎呀！陆远，你来的可真是，你不是喜欢这个女人，她现在在我怀里，这种滋味不好受吧？你们是怎么办事的？连个人都拦不住。汪总，有空不妨看一看新闻，你干那些好事啊，现在也是你的进阶兵了。你说什么？我说呀，你完了。我的股票怎么全线下跌了？这照片你哪来的？这不可能。可能不可能的，警察在来的路上。江总，给他道歉，滚开。这是怎么回事？放心，他跑不了，警察在楼下等着呢。他做那些事情啊，必须付出代价。谢谢你，陆远。你昨天帮助过我，今天我正好也帮一下你。若是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苏婉。远哥哥，远哥哥，哎，你松开，你找我干什么？远哥哥，你怎么这样对我呀？之前都是逢场作戏，都是汪杰逼我的。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不要抛弃我好吗？你都给人家戴绿帽了，你怎么还好意思呀？我跟陆远的事情关你什么事？啊？是他的谁？还真就关他的事。这是我女朋友，你看，比你漂亮，比你有气质，最起码他不会给我戴绿帽子。陆远，你太过分了，我才是你的女朋友，你居然脚踏两条船！你个小破鞋在这显摆什么呀？你看看我女神，你哪来比得上她？不好意思，刚才冒犯。我有点事，我先回公司了，下次联系啊。走啊。总，对不起，这个项目是我的失误。失误？这算失误吗？你一个人能承担起这个后果吗？唉，如果说我也能帮你的话，你觉得怎么样？秦总，您喝多了。秦总，不是这把酒。我叫您过来是让张总高兴高兴。哎，干嘛？让我在张总面前丢人？啊！对不起。别说对不起。张总，来，把这杯酒喝了，我既往不咎啊。我很欣赏他的性情和睡着。简总，你看，哎，张总有眼光啊，所以你留情呢。小姑娘，
这个项目不是那么好获取的。我可以带带你，也可以把这个项目交给你。真的吗？那当然了，我能和你开玩笑。你看看看，张总要带带你啊，还敢说谢谢张总啊？那个，简总，今晚就带小姑娘到我那去，一起学习学习。哎，那当然了，房卡带了吗？带了。今天张总，张总啊，你这次行，忘给你介绍了啊，来晚了，过来，正好给您介绍，这是婉婉。张总好，秦总好，对不起啊，我今天来晚了。这一杯酒我敬您。好。不愧是简总手下的美女啊，这魄力谁能说不好？小姑娘，你不错，我很欣赏。江总，是这样子的，我们最近公司有个新的项目，我觉得非常好，很适合。哎，业余时间谈什么工作嘛？来，再敬张总一杯，酒还没喝尽兴呢。来，这杯我干了。喂，你好，苏小姐是吗？刚刚病人体征发生了变化，现在送进了抢救室，你赶快来一下。什么？我马上就来。医生，我奶奶怎么样了？病人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今天直接休克，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可能……哎，你们家属还是快一点决定手术吧，再拖真的没有可能了。今天晚上请上饭店，怎么会这样？如果今天晚上这个项目拿下了，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有了。不好意思啊，我晚上突然有点事情，吃饭可以推迟吗？张总，项目的事，别急，我们进去说。要不就在这儿说吧。在这儿说，走，进去了。哎，张总，你干嘛？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听得到吗？我可没有项目。张总，虽然我很需要那个项目，但是我不会收买我自己的，你别过来。啊！让你饭店事办的怎么样了？好，哎，我说哥。我以为你有什么山人妙计，没想到这么聪明。哎，不过你这样做的话，那个苏婉看到了，对，抱着我哭了。抱着我哭就免了，赶紧完成什么任务吧。
哎，是苏婉打过来的。喂，喂，救我！不要，不要打我！都什么时候来跟我装纯啊？啊！放开他，不然我报警了。你谁呀、啊？哪来的黄毛小子？你怎么会有这个房卡？很难吗？你谁呀、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啊？这就坏我的好事儿。赤湾集团副总，对吧？你知道我是谁，还敢坏我的好事儿啊？谢伟，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只有 40% 的股份吧？那关你屁事儿！闭，来，你把这签。恭喜你，你现在就是集团最大的股东了。什么？搞笑啊！苏婉，这小子谁啊？这怎么可能？我跟你说，伪造文件可是犯法的。那小子活腻吗？这要是真的，我就把他吃了。这就是邓丹，对吧？啊？季总，您怎么来了、啊？我要是不来，你又要谋划多少资产？这叫什么话？我跟张总就是正常的生意往来，哪有什么谋划嘛？您真的把股权转让给这个黄毛丫头了？股东大会已经同意股权转让，这怎么可能啊？我都没同意，这股东大会怎么可能通得过嘛？简有为，要不是陆兄弟，我还不知道你挪用公款、虚报假账、骚扰同事。你已经被股东大会除名了，当然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什么？不是，季总，这是误会，你听我解释啊。现在你是赤湾最大的股东。季总，我谢谢季总。应该的，陆小兄弟，改天过来坐一坐。讨厌你！这个货币，你们几个做的事情都被拍下来了，谁都别想说。天哪，这就是你跟我合伙的，他们是谁？陆远，谢谢你。不过你是怎么办到的呀？都是小事，别激动。只管加满意度就行了，我得赶紧回去呀。苏婉好感度增加，目前好感度为65。听说你有一笔很大的买卖找我谈。是我这个哥们，这个老板给你谈。季老板，我听说你最近想要举家迁往京都，因此如果你乐意的话，我愿意收购你手中所有赤湾集团的股票。你知不知道我手里有赤湾集团 60% 的股份，我为什么要卖给你？据我所知，赤湾集团近几年的收益并不好，而这也不是你手中唯一的一家公司，你为什么要在这个上面尽做赔本的买卖呢？而且这两年赤湾集团的口碑也并不好，贪污受贿，职场性骚扰频发，而我愿意在这个时候出市场价的两倍来收购你手中所有的股票。哈哈哈，两倍？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哥们，你疯了？两倍多少钱？我没有开玩笑，我愿意出高于市场价的两倍来收购你手中所有的股份。不过什么？不过我希望你把你的股份转给一个叫做苏婉的女生名下，钱即刻到账。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简有为被逮捕的事情了，没想到在他的管理下，公司就变成这个样子。
不好好工作，勾心斗角，不务正业。今天我来是要宣布一件事情，我将卸任赤坂集团总裁一职。这不可能。从今日起，赤坂集团总裁一职由苏然代任。感谢大家的支持，从今天起将由我担任总裁一职，希望我们以后能够一起把赤坂集团做大做强。谢谢你，陆远。攻略对象苏婉，好感度到达95，攻略成功。终于成功了，啊，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圣心大饭店。哎，我这是怎么了？低血糖晕倒了，你睡了一整晚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请稍后再拨。是空号？你好，我找你们公司新上任的总裁苏婉。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啊，我们公司没有苏婉。不，你好好想一想，就是你们刚刚上任的那个总裁，从季中天手里拿到了60%股票的那个。这位先生，季总确实向股份转让了，但是新总裁姓陈啊，您是不是记错了？姓陈？嗯。喂，季总。哦，你是陆阳兄弟吗？啊，是我。我想问你一下，你记得昨晚上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把股票转让给的那个苏婉小姐？你不是让我送给陈阳陈小姐吗？陈小姐？哪个陈小姐？不可能啊。哦，远哥啊，远哥，不是你昨晚干什么去了？从酒店一出来以后，你人就不见了，是不是跟哪个美女干坏事啊？你别打岔，别打岔。哎，我让你查苏婉查的怎么样了？苏婉？什么苏婉？你不是让我去酒店要满子吗？可恶！哎呦，系统玩我呢！任务达到95%后，目标角色会消失，你们之间的一切都会消失。他的名字会被随机的名称取代，唯有角色达到100%才算已完成任务。你不矛盾吗？95%我人不见了，我上哪给你100%去啊？完了呀！远哥，远哥，干什么？你是不是没睡好？眼睛这么肿？你是不是昨晚倒太多了没睡了？你闭一只眼睛死。嗯。不过你听说了吗？知道咱们这次校庆是那个什么林梦雪吗？林梦雪。啊。林梦雪就是那个宝爷的那个校花，还有和那个阮莹一起。哎，可配呀、啊！那个什么阮莹，那时候肯定好，肯定好。你没事吧？没事，谢谢你。系统帮您预测林梦雪好感度达到95以上，设备攻略成功，目前监督厅转好感度是。攻略对象是他？啊，
林梦雪，你等一下。你还记得我吗？哎，我林梦雪远一点。干什么？林梦雪远一点。他是来帮我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胡成宇。梦雪，咱们不是马上要结婚了吗？再说了，你别那么冷淡嘛。趁现在没必要，我也不会跟你订婚的。你，同学，你认识我？我是正华中学高一三班的陆远，你不记得我也正常。你高三的时候啊，转学了。陆远，陆远，你不就追了何晴四年那个舔狗吗？陆远。陆远，你不就是追何晴四年的那个舔狗吗？怎么攻略完的对象会消失，何晴这梗却过不去了？那个是什么？何晴自己胡编乱造，我哥们儿，最多传有两句。我还是想不起来，但是谢谢你。什么啊，猫阿狗，你敢跟我们孟雪攀亲戚？孟雪，等等我，我请你吃饭。爸。去，这怎么攻略得了啊？可以呀，美女学霸嘛。不过我有办法。这儿就是你想的办法？你想什么呢？你想想看，那个胡成宇追得那么紧，你要拿下林梦雪，是不是得先过他那一关呢？有点道理啊。嗯。我马又来光临寒舍了，今天啊是想来打听个人。哎，好的。什么意思？这像什么话？哎，远哥，那个胡神医我熟，你钱给我就行。干什么，死猴子？你懂不懂事啊？哎，你让我来这儿不是来找赵老板的吗？我想什么呢，远哥？开门。林梦雪那个女人，老子在她身边鞍前马后那么多年，她竟然当老子是个屁。可不是吗，宇哥，以你的财力，什么样的女人拿不下来？去去去，什么样的女人就会跟梦雪比？校庆马上都要开始了，怎么连个玩的地方都没有？这次校庆老子一定要当面跟他求婚，他要是敢拒绝老子，老子就要让他下不了台。怎么个下不来台法？怎么哪都有你啊，鬼为什么？我不会，你滚一个我看看。找哪去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家什么来头？不知道，只是我有一个很好的主意。哼，什么主意？什么主意？让你去不了校庆就可以了。猴子，叫救护车。你也太勇了，连胡家的人你也敢动啊？胡家？什么胡家？那可是 A 市数一数二的大户，跺跺脚都能抖三抖啊！听说他们最近要跟林家联姻，林家您是不知道啊。是做房地产的，也算是 A 市的上流阶层了。什么上流下流的，谁也不能妨碍我回去。哎，赵老板，你说收购胡家的公司要花多少钱？收什么玩意儿？胡家的公司。老板，我知道你很有钱，上次还收购了世湾集团60%的股份送给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但这次可不一样，那可是胡家的立足根本啊，他是不会将龙头老大的位置让给你的。这里是1000万，你愿意？这个恐怕不太行，但是搞到一个企业，哎，手段也不会太少。那赵老板一定是有什么雷霆的手段了。你看，这是胡家的几个重要的竞争对手，我们派人把他打倒，暗中扶持。这是
林家的几个重要席，你叫他搞掉。这几个是胡家少爷瞎说的，我们可以暗中查查他们的漏洞。You have slain an enemy. Double kill. 怎么会是这样？是谁打的你啊？爸，是那该死的陆远，是他打的我。陈秘书，去查一下那陆远是什么人，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出来。是，胡总。不用查了。爸，他是林梦雪的同学，哎呦，他想跟我抢梦雪，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呀，爸。好好，那就都听你的。校庆会那天，我一定让他跪在地上求我。敢欺负我的宝贝儿子，跪地求饶都是轻的。哎呀，哎呀，哎呀，胡总。哎呀，查到了吗？查到了，胡总，和胡少说的没什么出入。一个学生敢跟我们胡家作对，一定给我找出来。是，胡总。喂，您好。什么？好，我这就跟胡总说。胡总，有人说要收购胡家旗下所有的公司。哈哈，好大的胆子，我倒要看看他是谁。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在今天晚上出席我们的校庆活动。但聚散终有时，希望明年我们还能欢聚在此刻。干什么？各位各位，你放开！我今天啊，就是要宣布我们俩的婚事。林梦雪，你逃不掉的。疯了！我跟你没有关系。那个，今天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跟林梦雪就要正式。陆远，怎么又是你？没完了，这什么年代了，还逼婚？你要不要脸？哎，谢谢你又一次帮我。攻略对象林梦雪，好感度到达25。这进度也太慢了吧！拜托，这可是才貌双全的女神林梦雪，哪双舔狗精就能搞定？没什么。都是同学嘛，帮你必须的。哎，等等。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吗？这个胡成宇总是缠着我不放，要不是因为你帮了我，这次他肯定让我下不来台。既然他已经盯上你了，要不然你就好人做到底，再帮我赢。什么？让我假扮你男朋友？怎么了？不方便吗？哦，还有这种好事？这事要是办妥了，好感度肯定会上升的。方便，特别方便。那之后你加我一个微信吧，我会联系你的。之后他一定还会再来捣乱，只要你保护好我，绝对给你一个不菲的报答。差点都忘了她是林家的大小姐啊，难怪从来不正眼看我。哦，报答就不用了。如果我能帮你永无后患的话，也能亲我一口。你要把他杀了？啊？像什么呢？我可是个大大的良民啊！啊，我是说，我有办法让他再也不纠缠。除了让他死，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让他不纠缠我？况且，还有什么办法能比胡林养家联姻更有价值的事情？这个你别管，相信我就可以了。陈秘书，你怎么搞的？为什么现在陆远还活得好好的？
胡少，胡总被季总请走了，这两天都回不来。他叮嘱我不要轻举妄动。我管他是被谁请走了，我命令你现在立刻带人就去把陆岩的腿打断，现在就去。胡少，这怕是不妥吧？好啊，你不去，我自己去。哎呀，哎呀，哎呀，哎，我想起来了，过几天呢，有个同学聚会，到时候林梦雪一定会去的，我一定让那个穷屌丝好好看看我家的实力，我看看他拿什么跟我斗。哎呀，梦雪。怎么这么不进去啊？当然。哦，我知道了，这本胡少吧，那我跟你去等吧。思琛，爸。梦雪啊，好久不见。也没有很久吧。哇，我那天在后台，你们发生什么事了？听说你们吵架了？谁会跟我们吵架？傻子才会跟我们胡家作对，是不是梦雪？今天啊，见到这么多同学特别开心啊，然后大家放开了吃，所有消费啊都由我买单。哇哇，胡少大方。梦雪啊，我楼上订好了房间，一会儿吃完饭就去楼上休息吧。你在跟我说话？当然了。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跟你在一起。林家没有告诉你，违背婚约可是要赔偿我们胡家的。男女订婚根本就没有法律效益，你要是要赔偿的话，找我的律师去。你，而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什么？暮雪，你又有男朋友了？我还以为你一毕业就跟胡少结婚了。我跟胡成宇清清白白，订婚也是家里面自作主张，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林暮雪连胡少都能不要，那个男朋友得有多大的能耐啊？你男朋友谁啊？开什么玩笑？男朋友谁啊？我，陆远，你算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他算是我男朋友。你们，找个穷屌丝装男友来拒绝我，好啊，看我怎么玩死他！行，你行，来，陆远，你坐吧。攻略对象林梦雪好感度到达 30%。 天哪，梦雪居然拉开了，怎么能找这个人当男朋友？胡少哪里比不上他？胡少这么大方，这都能忍？哎，别这么说，这位陆同学这么有底气，那今天的单呢就由他来买吧。好啊。先生，这是我们的菜单。这个啊，对，大嘴给我来定制。这个跟这个都来几份吧。啊，下面这些都要了。啊，好谢啊，先生，一共是188,800。吴成宇，别太过分了！哎，我可什么都没干啊，这都是他同意的。我们这才几个人，能无妨。哎，别急，我还没点完呢。那个服务员呐，给每个人都来一瓶82年的拉菲。好的，先生。那有多少钱啊？来、哎，什么？付款成功188万元。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
风雪，我表现的你还满意吧？玉言，嗯，你家不是贫过户吗？哎，你原来记得我呀？可以啊，臭屌丝，你到底在哪家银行贷的款？以后我们胡家一定会拒绝跟人家合作的。够了，胡成宇，现在陆源已经把单买了，你现在想留就留，不想留的话请离开吧。林梦雪，我追了你这么长时间你都不睬我，你现在竟跟陆远这个废物眉来眼去。不理你又怎么样？你以为你现在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你真的以为你现在还是什么清高女神吗？给你爸打个电话吧。喂，爸。胡成宇这在家做什么？你们家公司啊，运转出现了大问题，嫁给我，我们成宇集团将会免费赠予三个亿。结了婚呢，就先给你一个亿，生完孩子就再给你剩下的两个亿的。不会的，孟雪，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呀？我要是你，肯定不会拒绝。我不选。林梦雪，你以为你现在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吗？要是看你有点才华，有点姿色。但油盐不进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吴成宇，没想到你会这样威胁我爸爸，你真的太阴险了。那又如何呢？我完了嘛，妈吃个饭还要狗在那叫，耳朵都疼了。陆远，就你那188万我都不放在眼里。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就让你知道一下我是个什么东西。进。远哥，人带到了。陆总，爸，我没有你这儿子，你要害死我吗？爸，你在说什么？陆总，这个逆子我回去一定要好好管教，看看能不能手下留情。喂，林总。我听说你为了3亿要把孟雪卖给成玉集团，那都是全子自作主张的。这样，我出10亿取消这桩婚事。10亿？你怎么会有10亿？你又在那胡说什么？你给我闭嘴！到底怎么了吧？你怕是废物干什么？废物，废物！你就是个不长进的废物！你再说半句，咱们家业就保不住了。爸，我们咱家业有20-30亿，我们怕他干什么？我就想要个女人，这都搞不定吗？要不到。叔叔要跟你说话。喂，爸。什么？他是我同学。啊？他说了什么？他说，10亿到账了。挺好。那么现在轮到你们了。既然婚约已经取消了，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再缠着孟雪了。以后我不会了。凭什么呀？看来胡少还是缺根筋啊。这100亿与其来购买一个少脑子的胡家，不如直接把你们从富豪榜上移出去，来得更快一些吧。100亿？请你手下留情，这可是我们胡家百年基业。爸，他说100亿你就信啊？爸，他怎么说他有1000亿呢？什么？这几家公司怎么都被合并了？这，抱歉，不必了，我不想看见你。好的，远哥。陆远，我不管你玩的什么花样，你给我走着瞧。猴子啊，那你在这慢慢吃啊，尝一尝这200万的饭菜啊。谢谢哥，谢谢哥啊。陆远，嗯，谢谢你。啊，不客气，能帮到你是我的荣幸，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啊。不过你是不是有一个事儿忘了？
陆同学，你等一下，我干什么？看你和林梦雪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关系吧？啊？你看他早就抛下你走了，你怎么来的？要不要我载你程？来嘛。哎，行啊，那麻烦你送我回学校吧。那走吧。啊。我不是说让你把我送回学校吗？你把我带到这里来。陆同学，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饭，请喝杯酒吧。这是哪儿？我家附近啊。哦，那你慢慢泡，我叫我上回去。啊，我要走吗？我不像大雨，喝杯酒，待会儿就要升天。啊，我喜欢淋雨。别走嘛。你那也胳膊过来。我要走吗？梦雪，你怎么来了？不，梦雪，她假扮了你一个晚上的男朋友也累了，我请她喝杯酒不过分吧？他是我男朋友，莹莹，你这样做不合适。拜托嘛，追你的人有一条街的名，就马上给他让开。林梦雪，你不要太过分了吧？在你眼里，他就是个舔狗，根本没这个态度。先跟我回家再说。等一下，陆同学，你家可是开了好久的车呢，你这个时候也得走了。我回来了。回来了，孟雪，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陆先生呢？谁陆先生？哎，就是赎回你婚约的那个陆先生。哦，我让他回家了。你怎么让他自己回去了？你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吧？为什么把我带回家里来？你们在说什么呀？我只是请他过来帮我演出戏啊，要不是因为他帮忙，我就不知道胡成宇要怎么对我。而且你们也是的，怎么因为公司把我推给吴晨宇？演戏？演什么戏？陆先生可是给你花了十个亿啊！我知道，你们在电话里面已经跟我说过了，但我现在已经平安的回来了。你是不是脑袋已经都坏掉了？那可是十个亿，陆先生货真价实给了咱家十个亿。你现在立马去把陆先生请回来，去，请不回来，今天你就不要进这个家门。下，陆同学，人家可是开了好久的车呢，你这个不要人家带你走走。林梦雪好感度下降到40。不必了，您太客气了，我们先走了，有缘再见。陆同学，不行，我真的很喜欢你。你搞清楚，他是我男朋友。你真给我们带上了十亿？对呀。哎，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其实吧，我是个隐形富二代。哎，行了，我不管你的钱是从哪来的，我爸妈现在要你跟我回去一趟。这就当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吧。爸，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没事，叔叔他只是晕倒了，我们送他去医院吧。哎呦，我亲爱的这岳父大人是怎么了？吴成宇是你干的。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干的？我刚刚才来。哎呀，这岳父大人是怎么了呀？你过来，你别靠近我爸。
来，去看看我岳父大人。别过来！放开我！吴成，放开！你现在做的事情，你能什么不后悔？你懂什么？在整个 A 市，我都是横着走的。你是什么乐色？你配跟我叫板？我爸怕你，我不怕。那你也不想想你爸为什么怕我？哼，我不知道你在我胡家的产业上动了什么手脚，还100亿，说出来哪有人性？你也不想想你爸为什么怕我？哼，我不知道你在我胡家的产业上动了什么手脚，还100亿，说出来能有人信吗？哼，他两个还配合你演戏，怎么的？林家这是要造反吗？你别打他了，是我让他跟我一起演戏的，你别为难他了。我当然知道，我的好孟雪，要不是演技。怎么的，他还能是个隐藏的亿万富翁呢？就他这样的一个穷逼，要笑死谁呀、啊？要是吧，你也搞个好点的演员嘛。阿姨，这把大家送医院？送医院啊，可以啊，那你好好抢救我。不求我，哼，那就等我办完事再说吧。你要是再不住手的话，我保证让整个胡家从世界上消失。哼，有本事吧？你要是再不住手的话，我保证让你胡家整个从世界上消失。啊！你们别打他了，放开他！你现在是在心疼他吗？不打他，那我打他！别气人了！林梦雪，你一直高高在上，连手都不让我碰一下，反倒去主动亲这个人，我看你也不是什么金童玉女。来嘛，你要是主动亲我一下，我就放过这废物。今晚陪我睡，我就放过你吧。梦雪，你别听他的，我们再等一等。哼，等等什么？怎么的？还有人敢管我胡家的事儿？当然有了。赵老板，在 A 市也是只手遮天的人物，竟然会替他办事。胡少，你爸平日里就说你不成气候，你可真是败家子啊！你说什么？能让你爸都俯首称臣的人，你非要跟他对着干？我爸肯定是被这两个人迷惑了。那数据能造假吗？什么狗屁数据？他肯定是用了什么方法。老板，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将100亿的资金注入林家。A 市就要变天了，要不了两天，吴家的生意将全部被林家收购，吴家你该退场了。胡扯，都他妈胡扯。喂，爸，小爸，怎么了？高血压犯了，住院了。我马上来，我马上来，走。快走吧，林爷。没想到你又一次帮了我，谢谢你。不客气，都说了能帮到你，对。我突然觉得，好像做你女朋友也没什么不好。啊。风雪，
听说你家出事了，之内的没事。你看看你这么危险的事情，还是陆同学带来的。陆同学，你没有受伤吧？妈呀，这可是修罗场啊！啊，为了孟雪受点伤嘛，义不容辞啊！什么？啊，等我父亲心情好点了，我请你到家里面做客。你真是男朋友的根基。攻略对象林梦雪好感度到达95。我靠，又来！医生，我远哥没事吧？我还指望他带我发财。我担心他的安危。安危。这身体上倒是没什么事儿。没事就行。哎呦，刚说完就行。云哥，感觉怎么样？哎，谢谢你和我们韩芳的在。哎呀，云哥，必须的必嘛！你只要喊我，我随时随地向你奔来。我什么时候叫你来的？不是，你昨晚不是叫我们去一个什么酒吧吗？哎，你还真别说，那个女孩还挺好看的。云哥，别喊了，他出事了。不是你谁呀、啊、你？我挺漂亮的，怎么？陆远他出事了。还在林家，你快去救他！远哥出事了，我跟你说，你别骗我，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了。我没骗你，陆远他在林家被胡春雨袭击了。赵哥，我们去一趟，走。哎，那孟雪呢？孟雪，在啊，在哪儿呢？我跟你说真的呀，那胡晨宇呢？你不是被那个胡晨宇打伤了吗？要不你还是给他检查下脑子吧，我怕他这打伤了得要索赔啊，是得。哎，我记得我被他打了，你告诉我细节是怎么回事啊？哎，医生，我感觉他脑子在这儿，我跟他说不是，哎，谢谢。不是，远哥，你真一点都不记得吗？我记得我还问你啊，当时你不是被那个胡晨宇打成重伤了吗？胡晨宇这个人你也知道，是个富二代，到处炫富，还欺负人。然后你为了保护我呢，还跟他比谁更有钱。他只要给我100块钱，你就要说给我100个亿。阿婷，我是记忆有些缺失，我不是傻的。远哥，你说你对兄弟怎么就没有对女人那么大方呢？哎呀。当初你不是被那胡晨宇打成重伤吗？是因为你非要保护那个李小姐，然后给他家打了100个亿，被胡晨宇看到以后发狂，你就这样了。肯定都是系统搞的鬼。那他父母应该还在医院吧？在不在？远哥。怎么了，远哥？哎，祝赛山那对夫妇去哪儿了？哪来什么夫妇啊？这……难道林梦雪的父母也会消失？哎，那个李小姐在哪？这李哥，你真忘了？你给了他100个亿，他家闺女现在忙炸了。不过他说他会回来找你的。我帮他那么大忙，他不都是等我出院吗？昏迷那会儿，医院外面都被记者包围了。他陪了你整整一夜，还一直跟你说谢谢你。你要是真想问的话，你要不去问问胡晨宇，他家就在隔壁。胡晨宇是吧？陆远，你还有脸来？我爸就是被你气得住院的。不得无礼，是你有错在先，怎么能怪陆总雷霆手段呢？哎。可惜我胡家百年基业，
都怪我不好，都怪我不应该当初不听你的。刚刚几个叔叔给你打过电话了吧？他们都投靠了夏家，是吧？陆总这次来有事儿吗？我就是想问一问，当初和小福有婚约的那个女生是叫佳彤是吗？你他妈是来找事儿的吧？哎呀，我就问是或者不是。我苦苦追了三年，你说抢就抢，你很牛啊！有没有照片？有没有照片？你把照片给我，我帮你们胡家东山再起。程宇，手机呢？我真的不可以再去见他吗？完成任务，你就可以回去。但你如果违背规则，陆远就会被抹杀。这是什么破规定？请继续完成任务，开直播赚一个亿，且不能被陆远看见。我怎么不回去啊？哎，应该是看错了吧？我远看一看，嗯，这个女主播好漂亮。哎呀，我眯一会儿。看一看。嗯。你看一眼呗。嗯。这么好看不看？看看看看看看！哎，行，我看我看。我发给你，我发给你。嗯。不是猴子，这么多女主播，你怎么就非选她呢？你不觉得她身材特别好吗？我还是换一个吧。Hello， 欢迎用户1234567891的用户来到小池的直播间。那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好吗？第一次。林哥，帮我砸两个火线呗，我就真想约。帮决策决策。好感度达95%以上，视为攻略成功。当前情感不是吧？这都能绑定上？当前情感不是吧？这都能绑定上？不能为自己消费？那我刷礼物算不算呢？要不试试看？哎，你刚说我给他刷礼物打赏的话，就可以联系上他吗？嗯。如果觉得刚才主播唱的还可以的话，可以给主播送一颗小星星表示支持一下，谢谢。哦，天哪，这是谁送的？啊，谢谢谢谢。美女加个微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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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这位宝宝。虽然非常感谢，但是。糟了，碰上变态的榜一大哥了。远哥，你还没给我刷，人家真要下播了。哎，你别急，别急嘛，我看不见女主播呢，刚刚给你发。别的女主播，你是真见异思迁了？谁见异思迁了？我很专业，好不好？你别说了，就那个什么，我们学校那个软银美女学霸，现在到处找你消息呢。
阮莹莹啊，不是远哥，兄弟啊，这要提醒一句，这个多行不义必自毙，一脚不能踹两扣子。我给你配了戏，你看我没了。家人们，玉儿也好喜欢你们呀，要是每天都有你们陪着我就好了。哇，谢谢用户1234567八的火箭，哥哥你还想开屏呀？玉儿都给你跳。张总，啊，张哥，是，小石，那个人呢？给你刷了不少钱，这样你要把握好机会，私下里要维护维护关系。这样，今天晚上请吃顿饭，好好犒劳。今天的发布会你别去了。方总，嗯，那个人我会好好感谢的，但今天晚上的发布会我一定要去。虽然是个小角色，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演戏。我不想一直干直播。刘池，你是个新人，敢跟我顶嘴？我告诉你，我给你招过来就是给我直播用的，演戏你做梦去吧！要不是看你有几分姿色，你连我公司的儿子都没。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但是我不想一直待在那个破直播间里。我能让你去拍戏，也就能让你在直播间里待一辈子。好自为之吧你。今天晚上去好好陪陪李大哥，好好的感谢一下大家。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对了，去之前把妆补一下。到底是谁抢了我的榜啊？我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做到前五十的。可真是问对人了，还能是谁？咱们公司的刘池呗。他有什么本事撞在我头上？你不知道，今天有个新户给他刷了上千个火箭。我觉得小池就是靠那个神秘土豪撑起来的，要不然他也就是一个普通主播，哪有那么高的人气？哎。你们说，那个土豪是不是看上小池的美色了？这么大方的给他刷礼物，肯定有企图。听说你今天收了好几个火箭啊！贱人，下播已经吃。公司是有时长要求的，我让你下播，你就得给我下播，别逼我让你被动下播。下播一星期。公司是有时长要求的，我让你下播你就得给我下播，别逼我让你被动下播。云哥，你真是我哥，我加了玉儿的微信。哎呀，别说这些了，我要加人家的微信，结果加了半天人把我给拉黑了。哎，你给我想想办法吧。云哥啊，你还说你没劈叉？哎呀，我跟你解释不清楚，但我真的很着急要加他。你这个借口我听得太多了，不过你既然诚信的发问，那我就给你想个办法。你能有什么好办法？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用钱解决不了的，100万咱不行，咱用1000万。那你这个话不行，咱换个好的。哎，那可真是个好办法呀。嗯，但是，哎，停播一星期，哎，怎么还停播了呢？这个女的，哎，你看这个女的也是那个梦幻公司的。嗯，所以呢？不是你想想看，你
秦月儿也是梦幻公司，你找不到刘石，你找月儿不就行了吗？哦，可以呀、啊，猴子。那远哥，咱把月儿约出来玩呗。哥哥，还是你心疼月儿、啊。你个半点刷吗？可是半不下来，你俩真是太狠了。感谢哥哥送了我那么多礼物，这样吧，月儿今天又新学了一首舞蹈，我再跳给哥哥看好不好？ We got the groove with the music goes up. Come on it. We got the girls going into the club. You want it? Joining the VIP with bottles of rum. The girls so sexy going crazy taking it to the top. Come on. Yeah. 我的直播间怎么被封了？我的直播间怎么被屏蔽了？快点给我弄好。好的，姐。你们去给我请假，晚上我要跟宝仪大哥出门。等一下，还有什么吩咐？那个小贱人有听我的话，晚上没来公司吧？您是说刘池吗？还能有谁？刘池他没来直播，方总正在里面急着跳闸。这个差。那等我哦。啊，英姐，好。哎，这里。哥哥，我是月儿哦。用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你们哪位？是我。今天那我请两位哥哥喝杯酒啊，来两杯威士忌。这真漂亮。应该不漂亮，能让哥哥打赏那么多火箭吗？是的，是的。我不是让你。什么事儿呀？啊，没什么。是我这个朋友想趁此机会问一下，那个你们公司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女同事，叫刘池？刘池。怎么想起问他呀？那随便问问。今天这么开心，就是不聊这些嘛，我们一起喝一个。他欠我钱。他这两天生病住院了，你有什么事儿要找他吗？啊，是有点事儿。那我回头问问公司，把他地址给你吧。啊，行，那就先谢谢了。好，我们一起喝一个。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你们俩慢慢喝。哦，别忘了地址的事儿啊。好嘞。不是，你号怎么不起名字呀？那个是我小号，无所谓的。啊，那个刘池真的欠你朋友钱吗？那个刘池，我朋友说是，那就是。嗯，不见了。那个玉儿啊，今天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要不要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你得逞？那以后我还怎么拿打赏？嗯，我们公司有规定，就是我们晚上都不能出来。我今天还是偷偷溜出来跟你见面的。一会儿太晚了，还得回去呢。啊，没事没事，来喝酒，哎，多喝点啊。那我们先喝。好嘞。你们谁知道刘池家地址？这个要方总那才有吧。方总。月儿，你今天收到了好多礼物呀，恭喜你！这下刘池拍马也追不上你了吧？
他是自然追不上我，你也一样。得意什么呢？这不是刘池的简历吗？天哪！哥，刘池电话和地址都给你了，人间的直播，我等你好好哄一下。我让你陪大哥，你不去啊？让你直播，你停播，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违约是吗？是秦玉儿陷害我，他不让我播。你还污蔑同事，我看你就是自己不想播。好，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跟大哥搞好关系？方总，我是科班出身，我有那个实力好好演戏的。我真的不想。我真的不想一直，大胆啊！演戏，演戏，你他妈现在连一个婊子你都演不好，还演什么戏呀？好，现在你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和我解约，按照当时咱们签署的合同，你要赔偿我5000万违约金。5000万。妈，小石小雨，你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培养我，希望我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看我现在在干什么？我现在连一个不入流的小主播都不算，我在干嘛？妈。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我很快就来接你了。什么？什么？刘池，刘池。哎，医生，有没有人啊？医生，医生，你在哪？你在哪？医生，他怎么样了？哥们儿，咋又是你啊？不过你还好，送医及时，患者没什么大碍。啊，那谢谢你啊，您辛苦了哈。啊，以后我常来照顾您生意。嗯。好好好。你还好吗？我啊，回到过去。刘池好感度上升到15。方总，你找我。听说你昨天晚上去医院洗胃了。你怎么知道？
我只想告诉你，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做事，你要知道这一切是谁给你的。我能成了你，也能毁了你。谢谢你的忠告。等会儿。你记住，你这条烂命是孟华公司，是我的，你就是死，你要进我的坟墓。什么？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拍戏吗？你的那些负面消息，全是我传出去的。诋毁我的那些图都是你披上发过去的，为什么要毁了我？阿总，你们知道？谁让你进来的？出去！那个，你还是进去。不进。总裁，嘿，来，坐。来，你就是刘池？是，我是。来，各位。很好，他可是把我们公司叫天翻地覆。对，没错，就是他，又跟同事吵架，又服毒。刘池，你怎么回事啊？我说的是你。我，是总裁，我实在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您这么生气。老方啊，你在我们公司也有五六年了，做事怎么这么不经大脑？我什么时候见过你可以跟主播签阴阳合同啊？总裁，刘池的合同是个意外。什么意外？对，意外。他那还不是科影公司把他卖给咱们，他们还从中拿了不少呢。天哪，这是怎么回事？科影，我上家把我给卖了。方达，我看你是不打算在这行干了。刘池的合约我已经打算转让给别的公司了，你要再要废话，你就不要留在梦幻了。转让给谁？我。那您是陆先生吧？啊，快快请坐。能同时获得季总和赵总的推荐，真是年轻有为啊。不必了，我坐着呢。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把小池的合约从现在开始解除，离开你们的公司，违约金5000万，我一分都不会少的，会打到你们公司的账户上。什么？你要替他赔5000万？怎么了，陆先生？这不对吧？有什么不对的吗？刘池的违约金的确是5000万，但是他服药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合约。如果按合同走的话，需要10倍赔偿，得赔5亿。方总，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答应陆总要把人让给他了，你怎么能这么狮子大开口啊？总裁，再怎么说刘池是我们公司的人，如果真要走的话，还是得按规定来。啊，是吗？老方，你这是给我出难题啊。陆先生，你看，我去，这俩货给我这演戏呢。不签了，不签了。我，不赚钱了，不赚钱了。哎，5亿。我值5亿，我都已经值5亿了，我还为什么要离开梦幻呢？哎，咦，陆先生是季总的朋友，这点小钱怎么会有的呀？刘石，你如果真能拍戏的话，没几部戏就回本了，你也不用替他操心，是不是？方总，我还要感谢你呢。是你说了我彻底当不了演员了，我的名声也被你搞坏了，我都毁了人生，我就要在这里，我哪儿都不去。那陆先生您的意思呢？5亿，他们
抢我钱，我愿意签。你？对呀，五亿，我还能再倒贴你500万呢。那行吧。陆先生，您是认真的？五亿？对呀、啊，把他也签给我吧。尽快同你论合同。我自由了。但我倒是很奇怪，你已经是梦幻的大主播了，为什么还要离开这儿呢？陆先生要是想知道的话，以后慢慢再说给你听。那行啊，一块签了吧。不过也就才10亿嘛，我当买一送一。才十亿？啊？陆远，你以为就这么简单吗？你居然脚踏两条船！这个坏人！你到底给我戴多少顶绿帽子？今天不是执法日！少爷哥，钱我有的是。哥，你偷林峰的车，咱不要命了。现在继续寻衅。来，签吧。刘池协号转入环美公司。这是你的公司吗？啊，对啊，为了你嘛，我刚刚注册的。为什么要叫环美公司啊？可能是因为我身边有环绕着很多美女吧。你可真受欢迎，你真的用10亿还把月儿给签了？我总感觉他怪怪的，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吧。我为什么说？那因为你长得好看。你跟他们还真的有点不一样啊。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啊？接下来我们就先喝一杯咖啡，然后呢好好的增进一下感情吧。谁要跟你增进感情啊？哦，对了，直播公司的选址还有需要的一些设备我都帮你准备好了，那但是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就得靠你了。我都联系好了，我之前认识些同行都很支持我。是吗？嗯，这样好。怎么了？嗯，他们都不来了。什么？家人们，今天我要给你们揭秘一个事情的真相。你们还记得那个小池吗？他成立了一家新的直播公司，但你们知道他为了上位都做了些什么吗？什么事快说，好，我全告诉你们。小池为了上位曾经勾引过我。没听错，对，就是勾引。他破坏我的家庭，他这个人简直太坏了。可恶啊，这还不算完啊。我告诉你们，他还曾经逼迫同事离职，只要有人威胁到他的地位，他就会逼迫他。你知道吗？他的底色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坏女人。我们必须要抵制他，让他远离直播圈，让他滚出去。好，好久不见，我又回来啦。
各位小伙伴们，好久不见。我虽然现在人已经不在梦幻了，但是方总作为我的老东家，我还是真的很感谢的。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直播了。接下来呢，我要好好的奋斗我的演艺事业，希望能够呈现更多好的作品给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不管黑粉还是白粉。谢谢大家，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你们的陪伴。不管以前是开心还是难过，都有你们，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反正真的好感谢。陆远，陆远，你快来，你看谁来了？是然然北冰，他都来支持我了。小张，什么事，方总？给我召集所有员工，让他们到我的直播间打赏。我要让这个平台的人知道，没有刘池，我们依然可以稳稳地站在直播间排行榜第一名。你看，你看，然然 baby。然然 baby 是谁啊？他呀，是最近新晋的超级网红，特别有实力。哎，然然，这名字好熟啊。嗯，谁呀、啊？哎，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也是你帮我找的？他特地过来，今天还帮我撑腰呢，刷了好多礼物。啊，是我，没错。谢谢宝宝们的礼物，谢谢你们，今天礼物也真的已经够多了，谢谢你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不用再刷了。来呀，谁怕谁呀、啊？哎，好感度停在78了。小石，你怎么？谢谢你，陆远。可是我不想跟他们比了，我觉得他不值得。我知道了，你想当演员对吧？你放心，我会帮助你的。嗯，来，带你去个地方。谢谢你，陆远。可是我不想跟他比了，我觉得他不值得。我知道了，你想当演员对吧？你放心，我会帮助你的。嗯，来，带你去个地方。王导，这是陆远陆兄弟，这是他介绍的刘小姐。王导，你好，你好，你好。想必这位就是你推荐的演员了，形象气质很不错。谢谢王导，能认识像王导您这样子的大导演。只可惜不是很适合我们这一部女一号的人选，倒是有个女四号的角色，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女四号，是的，刘池毕竟是个新人，而且，哎呀，王导，你这个不够意思啊！没关系的，王导，只要你给我机会让我演戏，我什么都可以。别勉强嘛，一个女四号，你不想演的话，我们再找别的机会。一点都不勉强，一点都不勉强。斗不过下播了是吧？还想去演戏？我看你审美凌厉，你拿什么演戏？方总，这是我们最近的收益，你真的。什么？怎么一个月的收益全是负数？说。你们是不是从中作鬼了？好样的啊！你们给我等着，一个都别跑！去，把这个主播叫过来，给我开会。方总，你没听见吗？我让你把他们喊过来开会。我们公司旗下的主播中，跳槽到陆小姐的人谁有？另外，我也在。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没什么可听话了，我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他们凭什么离职？我同意了吗？你凭什么离职？我同意了吗？违约，对对对，违约，绝对的违约，我要扣他们绩效，告，对对对对，
我要告他们，我要告倒他们。嘿，那个刘石今天被王导骂得好惨啊。哼，一个小网红还带资进组，这王导啊最讨厌这种没实力就靠金钱的人了，后边有他瞧的。小石，你没事吧？你们要不要去医院？对不起，来，根据各个公共规划处理公司，陆先生流程确实有点多，但是还不够，要走随时都可以。啊，对了，你说什么？我还没开完呢。是你材料来？对，不要他，这是你辛苦我推荐的一次。阿石，我脑多多少少，最后还是得先认他呀。我记性这么差，我可以练，我可以学。没想到你那么厉害。我很认可刘石的态度。高二同班，各部门准备。好，陆源，你听到了吗？王导他夸我了，他夸我了。听到了，听到了。啥？我没听。马上换下一场了，你愣在这干啥？快进入角色吧。好的，陆源。陆源，报。谢谢陆源。我们以后要买个大房子，我要给小冉买一个大房子。我们以后还要环游世界，我带小冉去环游世界。好，目标先赚一个亿，然后呢开个公司，然后小冉当老板娘，我当老板。小冉，我们在这儿躲会儿雨吧。好。喂。喂，陆远，房东大叔，你欠两个月房租了，这个月再交，我有叔叔都能出去了。啊，你放心啊，我一定会交的，我这位那个奖金就快发了。别忘了啊。啊，好。当然，你相信我，我可以的。相信我。感谢大家把这个特殊的奖项颁给我。但是这次成功离不开一个特殊的演员，掌声有请小石来到我们颁奖典礼。小石啊，虽然你角色不多，但你演得不错。非常感谢王导的教导，也非常感谢在我身边一直陪伴我的人，谢谢你们。哎，当初他也已是个带资进组的小网红了，是我看走了眼，谢谢自己，我会更得谢谢陆先生。小石，我已经把你的亮点配给了国际导演。哇，真的吗？他们邀请你参加这次活动，是吗？好好把握，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国际巨星。我真的是非常太感谢，我觉得能有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王导这次机会呢对我而言就像做梦一样，我相信我一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好，再多的各位做一个见证，谢谢大家。刘石好感度上升到90%，任务失败，游戏继续，直到攻略对象达到100%才能攻取。我操，什么情况？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我操，我怎么回来了？尼玛，怎么是这两人？杰哥，他是不是被我们打傻了呀？
这种废物死不了就行。这难道是我十年前被戴绿帽的那一天？怎么一个一个的都消失了呀？哎，怎么睡了这么久？喂，陆总，在哪里？帮帮我，他们一起跟着我。我在咖啡店啊。我马上就到。嗯，他怎么来找我了？陆总，绑定角色有情谊，好感度达90%。你们谁啊？大白天的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小女孩啊？你小子头很铁啊？知不知道我们俩兄弟是谁啊？林小姐，你别躲了，你是不管管你爸爸的狂了吗？你们不识动我爸爸，我说的那批货他会按时交付的。我这全拍下来了啊，你们想动手试试看吗？行，你留着，算你傻，保不齐是你有人处事的。你没事吧？刚才真的很感谢你。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我最近家里面遇到点事，不过你放心，这事儿不会影响我直播的。啊，这样吧，还是我送你回去吧，你一个人的话还是会有危险的。不必了，他们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还没有什么我惹不起的人，相信我，走吧。哎呀，没想到你的车是租的呀。我也没想到能花10亿挖两个女主播的私房，竟然连车也没买。哎，那你还记不记得刘池？刘池？啊，刘池是谁？你签的是我和秀雅，你还扶持他去演戏，而我。是连安排的。玉儿，你谁啊？啊？这就是你说的麻烦是吧？不是，不是他。玉儿，那这上什么车啊？上车，上车，上车，让你上车。哟。秦老板，就您一个人在家？我的那批货呢？再给我一点时间，一定会交货。我们已经等很久了，再拖下去可不行。求求你们，多宽限几天吧。你这是为难我，老子说过了，再不交货就剁你一只手。不可以，不可以的啊。这样，我给你想办法。您说，您说，只要能够多宽恕我几天，我什么都可以。什么？要我们女儿？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啊！秦老板，您可别敬酒不吃吃罚。可是这。可是，这儿又是黄河市的。你们放开我吧！哎呦，谁？这不是秦小姐吗？不能再缓缓吗？我们也不是没给你机会，只要。你让我们走？不行不行，你们不能蛮不讲理啊！滚开，老东西！什么东西？老子说行就行！一周，再给我们一周，一周之后我肯定交货。哎，一周？就你一周的时间，不然……走！
玉儿，一周后怎么交货啊？我们那批茶叶都被他们烧掉了。爸，实在不行，都是茶叶，我再买一批，亏就亏点。他们烧的货要挑刺，多的是理由。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小子，来借钱了，我来替秦家还清他的债务。你是秦家什么人？你别管，这有两张卡，一张是一个亿，任何银行都可以取。但据我了解，你们应该并不只是想要钱吧？哟，哥，真钱，放下，放下，小子。钱留下，看你有种，请坐。跟你说句实话，这事是林家的，不是用钱能解决的。他们两个家的关系啊，是世仇。兄弟，拿到你的钱，保命保命，我也听卖了。什么意思啊？林家那帮人都是个疯子。十年前，林嫂子在秦家做工，出了意外死了。嗨，林家是赖上了秦家的责任了。秦家是赔了多少钱都没有用。是啊，那个林峰还让秦小姐去网红公司当主播，全年无休止的工作呢。哎，好了好了，不说了。这林少爷啊，自从他妈妈死了之后，我们是看着他一点一点变坏了，现在都变成个疯子。现在你自己啊，好自为之吧。没想到秦玉儿还有这样的苦衷，这事儿可一点也不好办。玉儿，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林峰，你怎么又来了？我们不是说了会按时交货的吗？拿什么交货？你当我不懂茶叶吗？这个季节你上哪儿也找不到替代品。你怎么知道我们茶叶被烧了？哈哈，你说呢？林峰，你就是个疯子。我怎么了，玉儿？未经我允许，谁同意你跳槽到梦幻公司？我在梦幻赚的钱全都被你和方总卷走了。既然现在有机会能走，我为什么不走？我就是要让你身败名裂，不得好死。不管你到哪儿都一样。你住嘴！要我住嘴，那只能……哼！你敢打我？你放手！你放手！看来我还要好好调教调教。放手！你不得好死！放开你的双手！陆总，你怎么来了？这不是你能处理的事情，你快走！哟，我还有人找你。你怎么自己来了，玉儿？你是来跟我抢玉儿？你放心，我是学医的，你死不了，但也活不成。陆远，你疯了吗，林峰？我要死了吗？你一定会没事。请立即。为什么？
再次提醒，请你立即。这不是赫赫有名的夏冉夏小姐，怎么驾临到我们这个小地方？你想要什么，我夏家都可以给你。日清，放过陆远。我对这个男人没兴趣，只要他不妨碍我的事，我自然也可以当。素月，是的，总裁。那个女人刘星，她受伤了。夏小姐，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我说了，男人可以走，秦玉儿不行。现在走还来得及，别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连自己的男人也救不了。哎，这一片是林家地盘，咱们还是先走吧。上车，我们走。旭儿，记得我们小时候关系还挺好，你还说要嫁给我，要怪就怪你爸了，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你醒了，陆远，陆远，醒醒啊！你说我在陆远，安心，立刻出事，快！医生，怎么样？啊，陆先生没事，夏小姐放心吧。小兄弟，小兄弟，小兄弟，怎么又是你啊？我死了都。你说呢？没死啊，我医术高超着呢，就是差点成植物人了。那我是怎么过来的？那，哟哥，我看他是真不行，你就不该跟他说这么多。真假的？哎呦，我天哪！啊！哎，小兄弟，小兄弟，跟你实话说啊，卡你给的卡，咱们钱已经拿到了。嗯，咱哥俩也准备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了。嗯，但是哥最后提醒你一句，别惹那林峰，听到没有？还用你说？这任务谁爱做谁做去。他是不是哑巴了呀？医生，啊哈！哎，医生，医生，他是不是哑了？他，我想静静。不，不是，咱走吧。哎，哥，他是夏小姐送来的，你三能去。走，我要狠狠地惩罚你。惩罚你全家！你母亲的事，我确实有过错。闭嘴！你给我闭嘴！爸，李峰，旭儿没事，我现在就带你爸去看碧儿。你带我爸去哪儿？你们别过来！你别动我爸！别动我爸！哎玉儿，别害怕，我就想让你爸也体验一下我妈当年吃过的。你在说什么？哥，你偷林峰的车，咱不要命了？为虎作伴，咱们也不会好过的。咱们啊，不能给林峰当垫背的。那咱怎么办？这林峰肯定跟咱没完啊。那个小兄弟随手就可以给我们两个亿的卡，我相信啊，把心情的给他，他一定会保我们的。这笔买卖干完，咱哥俩就去国外躲躲吧。好，
约定的时间到了，我的货呢？实在没有办法，林少爷，我们确实拿不出货，我们可以赔钱，甚至可以剁手，但是动我女儿绝对不行。钱？我不要钱，钱我有的是。小老头挺有爱心啊，那你当年怎么不分点爱心给我妈？如果你体谅体谅他，他就不会熬夜加班失了神，被雪落那个传送带里了。他们要跟我爸去哪？你快让他们回来，我爸还在流血，他会死的。这群家伙居然这么偏执，会这样他们也跑不了。来呀，现在家里没人，不如我回去把事儿办了。你不要过来，你放过我吧，你让我去看看我爸爸。爸，爸，我让你去床上叫个够。哇啊，玉儿，跟我玩这个。玉儿，不远。你在这儿干嘛？你快走，这里晚一会儿。没事的，我已经让林师傅把他给保护起来了，你先走吧。我怕是你接走。没事，你快走。幺幺零吗？我报警。到底谁送我去的医院？玉儿，陆远，你在这儿干嘛？你快走，这里晚一会儿。没事的，我已经让林师傅把他给保护起来了，你先走吧。我怕是你接走。没事，你快走。我报警。小子，还没死，命可真大。我告诉你，我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事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你说的太轻浮了，被害死的又不是你的亲人。你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我？你难道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吗？你懂什么？就是那性情的害死了我母亲。这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把那个性情置于死地。现在秦家终于被搞垮了，我不但要他死了，我还要他女儿不能好好活。你疯了吗？我是我，我有不管闲事吗？把我给死了。都得死！陆远，陆远！在不在？你不要动他！啊！你知道吗？就算付了这个钱，你也不会得到钱，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和陈家没有任何关系。走。也得说你就是个懦夫。我你来说，真的假的？当时明明是你自己去到秦家的工厂，你把你的玩具丢在了传送带上，是你妈妈上了传送带去帮你拿你那个玩具，而你却不当心摁下了传送带的按钮。闭嘴！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是真相。只有你们敢面对他、啊，是我，是我害的，这又怎么样？那所有人都得陪葬。
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是我是我又是我，西鹏，你到底想干什么呀？神经受损，意识扭曲，胡言乱语。告诉夏小姐，病人还不能出院。等会儿，哪个夏小姐？夏冉，夏小姐呀，就是送你来的那个。哎，您现在还不能出院。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没事。坐。你怎么在这儿？你认识我？你是谁啊？哎呀，我还得去接我奶奶出院。我回来了，那夏冉是不是？夏冉，我好想你啊！你还好吗？你没受伤吧？放开，陆远，我记得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们没有，夏冉，你放开我，去找你的苏婉吧。啊？啊？夏冉，你别生气，夏冉，夏冉，哼。哎？他怎么知道苏婉？这啊，文哥，我真没想到你会约我来这里。你说我们都多少年没见了？啊，他跟我分手。哎呦，我付出了那么多，他一见到我还说跟我分手。啊，知道，远哥，这猴哥一来，我不就帮你想到办法了吗？什么办法？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么多年同学，夏然有一个闺蜜，我还把她喊过来了。来，是？啊，你怎么会在这儿？陆远，你说你是不是欺负我们家人？来，是？你怎么不在这儿？陆远，你说你是不是欺负我们家人？啊？我怎么会欺负他呢？哦，我们是夏冉的闺蜜，她出事之前我就听说了，你天天在外面都浪到天黑才回家，连她的生日都记不住。苏远，我们俩人都没有嫌弃你穷，你还嫌她长得不够漂亮，还到处找女人。她哪有到处找女人啊？你们肯定是误会了呀。那个，让莫雪，你帮远哥想想办法。像她这种人，冉冉就该跟她分手。啊？不是，你们女人怎么回事？你不是刚来，你不是……你是不是每天下了班之后都要去幸运路的回环小区，然后给不同的女人送吃的？我都看见了，你别骗我了。你的意思是说，他也看见了？我们三个都看见了。孟雪，你看他都露馅了。哇，他妈的是来送外卖啊！啊？什么？苏外卖？啊，是，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苏外卖？你说的都是真的？不然呢？啊？过几天是冉冉最喜欢的影后刘池的现场直播，他会去现场支持的，说不定那个时候你能去找他。有道理。今天晚上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日子里，我的一位朋友呢要为他的女朋友准备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也是在他的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希望大家跟
爱值得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那个，还没什么想法。哎，我替你准备好了，去吧。那我去了。哎。萧然，好久不见。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也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我遇到了好几个女孩，我都在很努力的希望她们能成为我的百分之百的那个女生，但是不管我怎么做，我都没有办法突破95%。到后来我才发现，是因为在我心中的那个百分之百的女生，她永远只是一个人，那就是你。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生活在一个没有你的世界了。我希望在我往后的余生里，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去探索整个世界，甚至可以一起跨越异空间。所以嫁给我。傻瓜，你不是早就把一切都给我了吗？所以你也去了那个世界。我们接到举报，贵公司扰乱市场，欺压员工，开天价合同。贵公司的郑总认定是您个人所为。开什么玩笑啊！绝对不可能。当时我劝过您的，为了公司，我选择举报。跟我走吧。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接受。张柳木戴多了顶绿帽子。听我解释，真的不是他。下次你要反应不过这个时候，重来。张柳木戴了多少顶绿帽子？卡！哎，没完了是吧？你演的像真的，为什么老是卡？我就没有问题啊，还有问题啊？陆先生，你赢在开心，我说了算。你真没有，我可以。你轻点啊！